好啦，15分钟已到，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成绩如何。你看我没有事嘞 ，test 也 test 过了啦，确定没有事了啦，所以我们现在要上去 KL 了。哇，巨多根啊！我们已经来到这个 Charles 这里拍摄场地了。我问他我们的角色是什么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哦，你们的角色很重哦，我们是卖屁股的。我是卖屁股的大哥。总之要买屁股的，不可以买一边啊，要买两边。不会。所以真的是卖屁股的。这样子拍哪里哦？这样不是拍整体的咩？我们还有舞蹈的，不要开玩笑，我们的舞蹈很可爱的。看。要摔一下。这边的工作人员有问我，哎 ，Steady Gang 只有3个人啊？是，因为另外一个不可以卖屁股。另外一个如果卖屁股，公司就不打他了。我已经花猴撞着个了，我现在不懂，我现在长模样急，你得仔细看呢。你笑脸啊？笑脸啊？眉毛好奇怪哦。哦，什么？怎么？你的眉毛好奇怪哦。我的眉毛怎样奇怪？你们讲。每次看你化妆，你的眉毛都是这样的。不是化妆师的问题，是你的眉毛的问题。真的咩？真的。我的眉毛很粗的吗？不是咩？很粗，可是就是，啊，你掉下来还。你静静。妈的，好好一个眉毛给他们讲到这样惨。你好好一个眉毛，你可以拍整集的 vlog 也5分钟了。不要这样。今天做鸭的心情怎样？要变土豪了。OK， 我的服装就是这样子了啦。亚王的小弟小亚，我是小亚。我劝你不要像老亚。老亚，我们先拿，我要拿9啊，你拿1罢了啦。没问题，你辛苦吗？你做工。来，原本呢我是有set头发的，可是造型师看到我头发不想看了，他讲太丑了，你看太丑了。你笑什么？对，导演，你不要这样过分啊！我真的很好奇，我头发真的有这样少咩？你们看一下，不是好很多了咩？其实我头发已经算很好了咯，你们不信哦？你们看回这个影片。哦，对不对？可以了，来了。我的头发好像比中指这样哎，漂亮吗？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觉得我很性感吗？现在我要练舞，我们已经会动作了，现在我们要 feel， 我要找到对的感觉才能够融入这个舞蹈。比如说，我是一个喝醉了的小样，一个人要。这嘴巴要张开耶。现在换个剧情，我们现在要打架，要够凶。我看到有一个很恐怖的东西，你们看不？妈鸡蛋是谁放的？这样恐怖的？我的话是什么？就你很喜欢讲啊？我没有很喜欢讲，观众叫我讲话呀。OK， One, two, three, let's go！ 欢迎摄影来肉，啊，牛肉的，牛肉的。好不容易刚才拍了一个戏了过后呢，然后我又被抛弃在这边拍摄。整个过程最辛苦不是在拍住的时候，最辛苦是在等的时候。看来今天真的没有3点都不可能离开这边。7点到 JB， 我10点又有 event 祭拜师和舍利啊。不是你而已，我也是哎。现在紧急状态。
紧急状态，警察来 check， 来拿我们的 IC， 一个一个去对的。哦，现在紧急状态，噔噔噔。你好像很厉害，你好像也不傻啦。是你的红灯可以关掉吗？我现在用我的脚顶住不可以？你好。上镜完全是好像看惯大场面的感觉。哦，马来西亚吗？很好处理啊。现在比较麻烦的嘞，可能是 Charles， 因为他是店长嘛。我那边咬到比较紧的话嘞，可能就要用口袋痛的方式处理了。因为最近疫情嘛，说拍这种东西也多人一点嘞，我是要申请的。我不需要他们有没有申请，如果 Charles 忘记申请还是什么，就会被咬住。我们要淡定，被警察抓不用紧的，所以你把个压压惊。好像没有事情这样，是不哥？好像看到他们。这样子拖下去，四点都回不到家了。你想四点了？我讲五点了。你看 steady cam 就是好。你刚放在这边，跟那个冰厨融为一体，鬼懂它是 cam、啊。现在我们已经被 check 了一个小时，第一次排这么多警察，会怕吗？吓到。如果我们要被抓进去 lock up 一天的话呢？哇，很可怕。各位观众，来了。端端 and 端端，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啊。各位观众 ，It's a wrap。现在差不多要七点钟了啊，我们还有169公里。刚才我从那边 KL 驾过来，已经驾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半，现在就换老板娘驾。轮到我休息，因为等一下我还要跑一边的东西。